当然是智障啊，因为你们还在讲黄布是智障，当然是啊。我们委员提出一个非常关键啊，就是说审理中的案件不能哦为他来量身定做，但是哈、哦，你赞不赞成？你赞不赞成？没有，我提供一个资料，你赞不赞成？参考当时600多个特别会的案件呢、啊，有的是在侦查中，有的起诉以后在审理被判免诉的，所以那时候起诉到李秀莲跟游锡堃，你不要乱讲，你不要再讲，而且提到他，他会生气哦。没关系，他们。当时包括施茂林都是在一审被判免诉，所以我因为讲这个，你的数据比较周延啦，因为不是因为审理中就没有办法来修这个法律。碰到扁案就装傻，碰到扁案就智障，对不对？没有意见呐，说尊重大院，这个公审秘委完全没有那个。你我们这样讲，你不要讲，谢谢。时间到了，你不要讲，时间到了，不要讲，你不要讲，你时间到了，来。你攻击我，我那个攻击你，我当然攻击啊，因为你们没有意见呐、啊，接受你，你没有意见呐、啊，我从头，因为你没有意见呐、啊，你赞成还反对？你讲，我讲那么多，请问你赞成还没有意见？赞成反对？问你，赞成了反对？你赞成了反对？小心呐，你赞成了反对？我讲了那么多，你赞成了反对？反对？我听不出来、啊。江华不是智障啊？你随便骂个机关，因为你们随便你当然是智障啊，因为你们还在讲华不是智障，当然是啊。你在讲孙志华不是智障，是智障，因为你不管是一件，对啊，不是智障，你这样子好，来机关、啊，先，我刚跟他讲，赞成赞成反对的问题，机关来表示意见，赞成反对就可以决定，你要哪有那么简单的？